赵大人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连我都没有请，不合适吧？我想你大病初愈，这种场合难免会感到厌倦疲惫，就没有给你发请帖。赵大人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与我的身体比起来，我的身体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再说了，你我也算是。 同生死，共患难的过命之交了，不够意思吧？还是赵大人原就不想见我？雅安，我们回家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未命会，两情相悦，又有天后赐婚，天意不可逆。 皇命不能违，喜事即成。你来，和我一杯喜酒，我欢迎你。若是不愿，也没有关系。该让我去找你，为我的失礼怠慢道歉。你喝了这杯酒，其他的我们改日再说。仅仅只是失礼怠慢。 你知道这个女人对我做过什么吗？她给我下过毒，差点毒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喜酒，你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我为了赵兰芝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要是敢撒野，我就让你死在这里。再说了，这是天后赐婚。 我要是杀了你，你死了也是白死。我看谁敢上！住手！袁，你我缘分已尽，做不成夫妻，又何必执拗？我们之前关系也不错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 你真的要搅局吗？你一句话，我劝你还是走。那个女人刚才说什么？你听见了吗？这个女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她是不是威胁你了？没有，不要乱揣测。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没有，走吧。 看我干嘛？你真以为我要跳崖？活着多好，我才不要死呢！对，远安，没有人值得你这样伤害自己。这时候教育起我来，刚才你就该帮我杀了他们俩。远安，你是在说气话？ 放心，本来也就没想让他们两个死。不管是赵兰芝，还是那个女的，只是觉得我们两个这么久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总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。他们俩现在已经成亲了，想想我去还只是一个人。那他成亲，你也可以成亲啊。傻子，你知道成亲是什么吗？ 成亲，成亲就是对一个人好，长长久久的对他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让他伤心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哎哎哎，
对对对，穆勒这小子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你呀早就应该嫁人了。你也过来看我笑话了是不是？老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本来我在赵兰芝那喝喜酒，看到你们两个跑出来，所以我就跟上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哎呀，看看你自己，你被人给耍了。你对赵兰芝是情深意重，他就为了名讳郡主反而把你给甩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朝中上下他们在看你的笑话呢？老师傅，你怎么说也算是远岸的半个师傅，你怎么老说气他的话呀？哎，傻小子，我在帮你呢。帮我？正所谓亲者痛仇者快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本来有个好法子，想听也听不到了。还报仇呢？说来听听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了？成亲啊。我跟谁去啊？我要么我，要么他。我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赵兰芝成亲，你们也成亲，他们俩过得好，你们俩过得比他还好，这不就完了？远安，如果我们成亲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可以不想赵兰芝，就可以不难过了？对啊，他可以成亲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哎，这就对了。那老师傅，哎，这荒郊野岭的怎么成亲啊？有天地为证，还有我这个国师为你们证婚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天赐良缘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为什么想娶她？啊！我娶叶远安是因为……那怎么？因为什么呀？赶紧说啊！我娶叶远安，是因为我喜欢她。我心里总想着她，见到的时候心里想着，见不到的时候心里更想。从今以后，只要远安不伤心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哎，你的呢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什么我呀？赶紧说呀！难道你不喜欢穆勒吗？我当然喜欢了。这不就完了吗？拜完天地了，接下来，该入洞房了。这太草率了，要不以后再说吧。哎，这怎么行呢？只要成亲就必须入洞房。哎，这天为被，地为床，这么宽敞，要不你们就在这儿了。你们俩不好意思啊。要不你们俩睡山洞啊。来。赵大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可别叫错了名字。明慧郡主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认成叶远安的。那就好。喝得这么多，过来早点休息吧。
我赵兰芝多大的面子，多尊贵的身份，敢让郡主你伺候我？夫君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你的妻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说实话，明慧郡主，无论你为我做什么，都让我觉得心里没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背后又藏了多少心机和目的，又想干什么事情。跟你这样的女人在一起，我入不了洞房，当不了夫君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要成亲，我答应你。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做一对干夫妻。我不惹你，你别惹我；我不碰你，你也别碰我。干夫妻，赵兰芝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天后赐婚，你也敢如此怠慢于我？那你就去跟殿后告状，让他砍我的头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赵兰芝。你以为这样冷淡于我，就能逼我就范吗？你还想跟那个叶远安重归于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。你看我明慧什么做不到啊？我想要，我便得到了你。眼下，我们两个就得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结局，最好的结局。你就好好做我的夫君吧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是我的，永远是我的。要不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这么硬的地，铺了稻草应该也会很硌人吧？那我再去外面找些草给你铺上。这大半夜的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我是没手还是没脚？我不会自己去找啊。不行，这外面冷，我怕你冻坏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答应跟我成亲，也许我现在已经睡在我自己的床上还做着梦呢。你以为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谁啊？我是怕你难过，所以我现在不难过了是吗？你能不能先照顾好你自己啊？不然你出了什么事还不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。Thank you.
这个应该不割了，你去睡吧。喜欢我吗？你心里还想着赵兰芝？你不要再给我提他了，我恨死他。雅安，我明白了，你刚刚说喜欢我，可你心里爱着的是赵兰芝。你和我成亲也只是为了气他，你的开心难过都是因为他，而我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让你快乐，所以你刚刚说喜欢我，可你心里爱着的是赵兰芝。我就不该回来，我为什么要回来见他？我为什么要回来见他？